武当倚天剑，它坐落于武当山山顶，由金属铸造而成，其长度约6米左右。此剑有镇山之宝的寓意。四顶山神剑位于中国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森林公园，属国家 AA 级景点。此剑通体铜铸，其长度约8米，剑身铸有天下第一剑字样。岩中之剑位于罗威斯塔万格的维京俱乐部，一共3把，为金属打造，插于山坡之下，最长一把约10米，其他2把稍短一些，它们分表代表和平、统一和自由。封城巨剑位于有剑意建成之城的封城，此剑重3.8吨，以青铜合金锻造而成，由专业人员将它安置在29米的长剑匣的剑台上，剑台下方有天下第一剑字样。这里是一座以剑为图腾的城市，现在封城人仍有以剑命名的所、道路、商铺和人民的习俗，可以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剑之故乡。